者王俊忠台南报道，2018昆奇湾乐活文化季将于3月24、25日在台南市南区昆奇湾地区举行，为整合南区观光资源及系列活动，今年首度与在地旅宿业者结盟，推出文化季畅游券套票。南区区长朱栋认为，借由套票模式，把美食、游程、体验、住宿等多样性观光资源做连结，让游客能凭超值畅游券玩遍昆山、西树及湾里地区，并享受在地美食。今天下午，南区公所与市府相关单位在蓝晒图文创园区与三家旅宿业者签约合作畅游券计划。公所表示，昆奇湾乐活季从2010年开始举办，历年活动丰富精彩，公所希望能将系列活动推展，让外地旅客多参与体验。此次结盟下都城旅安平馆 H Villa in 清水漾及风华沐月台南行馆三家旅宿业由业者端出远低于市价的折扣价格，借以吸引外地游客能在台南住宿，享受漫游昆奇湾乐趣。朱栋表示，昆奇湾地区有丰富观光资源，不论在文史建筑或黄金海岸、四昆深红树林等自然生态，都有观光发展潜力。今年畅游券发行分成499、599、699、799元四种票券版本，除了风味餐、体验活动与纪念品外，依票券额度可分别选择一至四项游程，并享用住宿优惠。内容包含一、24日晚上昆奇湾风味餐喝菜十人一桌，二、游程昆山喜树湾里小旅行及昆奇湾实境游戏，三、黄景夜踏印马术风筝彩绘桌游等多样体验活动，现场梯次数量有限，额满为止，四、限量纪念品，五、三家旅宿业住宿折扣。朱栋强调，昆奇湾文化既是要借由短期活动开发常态性观光模式，此次畅游券推行后会再与地方讨论拓展长期性观光经营方案，为提供高品质游程，畅游券发行数量有限，即日起开始发售，如游程名额额满会停止贩售，民众购买时需预订游程，完成缴款才算报名成功。昆奇湾畅游券与相关活动讯息可参阅南区公所脸书粉丝页或拨2635498查询。